动自主，就是说你不断的你的意识里面在移动，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是一个点是说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只是想辅想让你知道没有这件事，它连一个点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时空是个假象，没有点，没有唐朝，没有明朝，在佛学的地义里边，所以负责如果有个唐朝，有个明朝，有个未来，那你的意识层面，你的这儿永远有时空，知道吧？你就有轮回，知道吧？你的轮回这些事就一直在影响你，你怎么能住在清净污染涅槃大涅槃这些？你生生是轮回的那些东西，那是个生灭法，轮回是生生灭灭嘛。佛告诉你，凡是生灭的都是假象，你现在不清净就是被这些假象影响，知道吧？你就是你本能的被这些假象影响，它本能是个什么？就是你有六根嘛，你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你才有说我要投胎，你有个弱学，你才有投胎去未来或者去过去嘛。你现在没有弱学了，谁轮回啊？谁投胎啊？你空性如如不动的在这里，里面没有一个你在里边折腾，要到过去，要到未来折腾，这不清净了，就正果了吗？但是他所有的说法都是破你的就是这种乱想了。他也不是说我说在一个点上，他就停在一个点上了。它不是这样。如果你在清净无染，你比如坐在这儿，当你去连一个点也没有，就时空是个假象，只是说在一个点上是说你不要往远走，你活在当下，拿一个点来让你去停下来，这个是停下来。你要说我再有一个点，那跟有过去未来就只不过是三个汇在一个点上而已，连一个点也没有，时间就是个假的，啊。这就像天空有一片。有个海市蜃楼，你知道吗？你见过海市蜃楼吗？就空中熊熊啊，电视上看啊，虚的嘛。你说它是在一个点上，还是发生在过去、未来？因为它不能说发生，就是你不会跟我探讨说那个房，假如空中有一个海市蜃楼，是一个三层楼房，你会跟我解两个人在争论这个三层楼房是建在唐朝还是明朝吗？还是什么？它就无声啊，它是个幻境。他们就没有见过，没有人在那儿动过，在空中建了个房子，没有这件事，因为也没有人，知道吧？空中有个房子，你去，有人在那儿动土吗？有人地基啊什么见过吗？他倒是，他生在几年，死在几年，那个海市蜃楼，你不会探讨这个问题。那个海市蜃楼消失，你也笑笑不吱声了，你脑子就压根就不会想。他要出来了，还是蜃楼消失了，然后你坐在这儿，我们说哎没了，就完了，就不会再多想第二年。那个还是蜃楼没了，然后说人死了，你会不会想很多啊？因为你想很多，所以佛说就是这个是虚妄的。因为你坐在这儿，你的本觉境界里边，你本来是佛，是吧？你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全在你这儿，是不是？这是过去，这是未来，这是现在，这全在这儿。全在你的一念之间，其实未来的恐惧、现在的纠结、担心、过去的经验、各种的认知，全在这儿，全在这儿。我是去未来还是去过去？我是就在这儿，在一个点上，你这全在你一念乱想里边，过去、未来全具足，对吧？坐在这儿想未来，我是投胎到哪里？全在乱想，你知道吧？但一方面你说，哎，那个唐朝或者那个时代是历史是存在的。光我一个人乱想，能制造？大家都在乱想嘛，就共同制造出了这些东西。啊，有共业嘛，这就是共业制造出山川河流啊，我们共同见证的东西。各业呢，就是每个人自己，各业就是每个人自己在里边企业的成住坏苦生老病死，就是为了就是清净。你先清净了再说，清净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还在这儿，他在这儿还是在一个点上。但是在这儿都不重要，你在不同的维度会有不同的看法的。你在天道可能在这儿，那在人道在这儿无所谓，你可以去这儿也可以去这儿，随你去，你可以穿越回去，可以啊。但那是你心中没有时空的时候，连一个点也没有的时候，你现在有个点就卡住。我告诉你，我把过去吃了，过去未来比未来就不吃了，太大了这苹果，他现在喝了，也不是说，
你什么都不想，你会想的，你不是说你什么不想，你不还要说我什么也不想吗？这就是想，就是我们大家以为什么也不想了。我经常，我都告诉他，就说你的身体里边，你的微细的妄想，有70%的妄想你都感知不到嘛。佛说这个世界就是你妄想建成的，这个世界塌了吗？在你那儿没有啊？六根六尘不活生生的在那儿？你微细的妄想你不知道。佛说，比如说你的精血气血流转啊，在你身体的循环啊，头早生发长啊，这都是妄想啊，你死都不知道。你坐在那里，你察觉到皱纹长出来了吗？是吧？我们早上皱纹长出来，你晚上一晚上还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头发白了你不知道，头发长长也不知道，那不长在你身体上，指甲长你知道吗？那不在你肉体上的事情，发生的事情，每天发生的吗？这些微细妄想啊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每个细胞，不是你感知，是这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。说这些不是让你去知道这些东西，是你的每个细胞都在新陈代谢，是告诉你，你坐在那儿认为不想了，还不是，你还没从梦中醒来。你坐在那儿，你说我很清静了，我一念也没生，你的微细妄想还在那儿。或者说表面上你不妄想了，其实你就是那，就像那水，表面上表面上水很深的时候，底下流得特别快，但表面上是很平静的。其实你的妄想还在那儿，你还在妄想。你要停下妄想还不是的，且伏的妄想还很，不是说阿罗汉都气住脉体，呼吸都停止了，他还是制造了个妄想就在那儿。有几法则，他做的那个妄想的出了个境界，这个时空还是你造出来的，妄想造出来的。这个时空对你那儿还没虚幻啊，你妄想了3分钟。这个时空虚幻了吗？没虚幻，你还在妄想啊。相对于你都不觉得幻境啊，这个苹果也不幻啊。佛说一切如梦幻泡，你没觉得，所以你还在妄想，你认为不在想，你坐在那觉得不在想，继续。怎么做呢？就是佛说你修六根啊，修六根圆通啊。你坐在那如如不动。你不是有声音吗？或者是有色相吗？在你看见这些人事物，你修平等嘛，修平等心嘛，对吧？平等心不分别嘛，然后不必色相啊，境界迷啊，就是牵引啊。还有比如说佛说让你修耳根圆通，你坐在这儿不是声音进来了，声音我在这儿说话这是声音嘛？你坐在这儿如如不动，声音肯定会进来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你连耳入连耳根跟声音全是假的，就这样想。如如不动，把心安住在闻性上，把心安住在见性上。见性就是见性是不动的嘛，一个是能见的所见的都假嘛，不要只说人家所见的假，你能见的也假嘛，眼根也假嘛，啊，就是你睁开眼，你这个眼根已经在开始骗你了，它是个三维眼根嘛，你睁开眼，咦，看见黑色的，你知道这眼根在骗你。因为根本就没有色彩，真的这个是在实相里边没有说是哪个颜色是一定是黑的黄的，没有这种事，只是太阳光在你眼睛反射啊，你色谱人类的色谱辨别出说那是黑色，你知道这件事，你睁开眼黑色本一下子就看过来，黑色对面站着个黑色的裙子，穿黑色的裙子女的，你的眼根跟能见的是眼根所见的色相，这两个是假象，你不要被进转。当然你说你看见个黑色肯定不被进转，然后你看见一个很讨厌的人跟事，然后你心里一定起心动，举个例子啊，就比如说你很喜欢他或者很讨厌他嘛，然后当你一看见他的时候，你心里就因为你可能就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讨厌或者不讨厌，或者是一看过去你本能的这些，然后调整平和，你为什么会喜欢他或者不喜欢，你在心里乱动嘛？你的六根你看见了他做的每件事某件事你讨厌嘛？然后呢，然后你的眼，这就是能见的跟所见的已经在骗你了，已经让你变成众生了而不是佛了，把你从那个空性里边拉出来了，你要回去你还得再努力一下，是哦，就这样。就是这是能闻的耳根，能闻的跟所闻的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大事，是吧？你本能都会喜欢，本能都会那个，所以刚开始你要不行的话，你六根不行的话，先避开这些人格事。